我来啦，我来啦，九点半又要睇达哥，听到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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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画面有冇问题啊？啊？听到吗？声音画面有冇问题啊？冇问题啊？冇问题最好咯，哇！Let's go，Let's go，Rocket Roll。今日有单新闻就系讲下咩，有一个中学，好多人喺度讲嘅，就有一个中学咧，就有几个学生哥咁咧，即系唱过一首有一首歌啦。咁咧嗰个歌咧个歌词内容系咩咧？就系好简单嘅，就系大家。又系数，系有关数学嘅。嗰、那个数学咧就系讲啲几何，嗰啲咩三角几何。三角几何咧，佢咪有分咩全等三角形同咩近似咁样嘅，咁咧就系佢就类似系讲呢啲啦。就因为嗰阵时嚟全等咧就有几个公式嘅，有啲就咩。咩 sin 三个 s 就系三条边一样咁，肯定一模一样啦。个三角形系嘛，三条边一样。咁啊啲就系咩 sin angle sin 点解啊？就系两条边中间夹住嗰只角，如果系一样嘅话咧，咁就 OK 啦。咁样咁啊，跟住仲有好多嘅嗰首歌就有讲咩，跟住咩就系咩两条边咩 sin angle 啊，好似系咁样啦，咁上下。咁啊，跟住佢就用呢啲咁嘅理论啦，咁啊组嗰个歌词咧，组嗰首歌咁样啦，总共就歌词系得四句，但系都唱得几好啊，我觉得几好听啊，好似嗰啲佢唱嗰啲唔系唱流行曲嘅，唱嗰啲好似古典嗰啲咁样咯，好似嗰啲咩六骤子嗰啲咁样啊，跟住一路唱，最后咧就唱到去礼大礼堂嗰度嘅，跟住全部嗰啲同学仔啊，一路拍晒手掌啊，啪啪啪啪啪啪，佢拍嗰段片，之后摆咗上 Facebook 之后就好多人睇，好多人疯传，就话有啲咧就话咩，如果我当时老师咧，即系有唱识呢首歌咧，我三角几何就好多啦，我就会识背晒所有呢啲咁嘅嘢啦，因为已经记咗上脑。其实呢个好好。而家佢就唔单止系净系自己嘅中学嗰啲友啊，食佢原本呢个可以成为佢嘅独门，佢嘅中学独门秘技，可能佢哋会考 DSE 嗰三角几何就超高分。咁但系佢而家就传咗出嚟之后，就个个你哋个个都会识咯，即系佢就造福其他学生哥，系嘛？咁你个个人就好容易就可以即系记到呢个点样做三角几何啦。嗰首歌咧好简单，就系咩 sin angle sin angle sin 佢话类似就系咁样咯，就系咁样。咁咧其实佢好似仲系咪仲有一个嘅等边三？即系如果你要三角形，如果系要全等，仲有个咩 RHS 噶嘛？我记得系咩直角，即系你点样证明两个直角三角形相等咧？咩 RHS 啊？我记得系。R 就系 Y angle 咩系，跟住就系嗰条斜边，然后再加一条边，系一模一样咧，就好似都系可以传啦，好似佢系留咗呢一个，不过可能佢太简单，佢就冇加入去咯。最紧要你识嗰几个，其实都一样嘅，因为好似嗰个咩 RHS 咧，我印象全等都系喺另一个演化出嚟，吓、啊。我印象中系咁样咯，RHS 即系两条边一样，然后又系一只角一样嘛，因为佢话系咩直角，嗰 R 就系 Y angle，我记得好似系咁样咯，其实系一模一样，咁所以就佢简化咗有四个，咁啊都好好咯。最后佢而且呢首歌都好有心思嘅，佢系有请嗰啲音乐嗰啲同学仔，有啲管弦乐啊，好似铜管乐嗰啲同学仔咧，就喺度吹嗰啲。喇叭定咩嘅，吹啦都几好听嘅，就超好咯，吓、啊，你点睇？好嚟啦，小心啊！
RHS 唔同 SAS 咪又係咁樣，我咪又係兩條邊一樣，跟住一個直過，我記得好似係咁啊，我記得係咁樣演化出嚟嘅，係嘛？有冇印象？係嘛 ？RHS 喎，我講緊喎，係有一個咁樣噶嘛，我記得直角等。直角全等的三角形是这样的是吧，我记得是。好是啊。可能迟些他会有续集讲近似三角形有哪些、哦。近似三角形好像就是什么三只角一样，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哇，我做的那些三角几何都几劲，我以前就专做这些数，次次都超高分。我告诉你肯定是那些 C part， 有时那些三角几何我都懂做，最难会考最难的 part 那些三角几何我都懂做。好、哦、是怎样的、啊、球弹到怼入去想推的，可惜啊。那么这首歌有很多人懂咯，现在就个个在那里唱，有些人昨晚就说什么好洗脑啊，很容易被人说。呢首歌咧，其實係佢話咩有個數，有個咩兩 Sir， 好似就係有個數學老師，佢話咩就好有心機嘅，啲同學仔接受訪問啦。咁咧就話咩呢個老師好有心機教。咁咧其實咧佢話呢一首歌咧就個老師咧就幾年前已經咧諗好曬嗰啲歌詞，跟住咧同埋動作佢已經寫低曬，即係喺度 mark 好曬話，我應該咁樣一路，因為佢首歌咧就係一路做嗰啲，一路唱歌咧就有啲動作俾你做嘅，咁啊加強你記憶力啦，咁你可能就會記住，即係我做呢個姿勢，咁你又會諗起啲三角形啊，咁有關係。啲動作佢係有構思，唔係亂做嘅，即係佢會俾你嚟角，佢就會舉起個。爭咁樣就你會記起個哦雞翼咁樣就哦可能係嗰隻角咁你就記住，咁啊咁啊係除咗歌詞入腦之外，動作入腦啊，就想你容易啲記咯。咁啊幾年前開始做啦，咁當時咧尋日出嘅時候咧，有啲人就話啊呢啲同學仔係咪有啲人就話驚擔心係咪啲同學仔係咪咩曳啊定點俾老師罰先至係即係被逼。唱呢首歌之後，嗰啲同學仔唔係啊，好樂意。佢話覺得咁樣好好咯，又咁樣覺得幾有趣。你認為呢件事一件有意義、有趣嘅事，係、啊、嘛？跟住佢係咁樣啦。哦，有人問我記唔即係記唔記得嗰三個主唱係咩名字就唔記得啦。咁啊就，但係佢又有講咩三個主唱，佢話咩全部都係乖細路。咁咧就咩？其中一個咧，仲要係運動健將。咁你覺得邊個運動健將？我都唔記得。三個都活活潑潑咁樣咯，就係著嗰啲冷衫，就係著嗰啲即係典型香港中學就係咁樣咯。嗰啲冷衫啊，西褲灰色西褲，好少可。好似中學生，香港啲中學生都中意著嗰啲冷衫嘅，一嚟天氣啲，即係一係天氣凍啊，咁啊二嚟校褸好麻煩。哦，香港啲校褸，我覺得嗰啲質地係有問題，所以先至咁除咗質地同個設計唔好，所以先至咁少人著。點解你唔會覺得？點解？我話你睇翻日劇，點解冇人會話喺日本啲校褸個個人哋咪係咁著？佢點解日本嗰啲男仔學生，你唔會見佢著冷衫？佢一係就唔著。一系咧，佢就会着件校褛，好啊，好少嘅，即系中间整嘅，即系加件羊毛长袖外吓，长袖笠过头笠，系嘛，系咪？又话肥仔啲高音好劲，我话合唱不嬲系，你唔知咩系肥人系唱高音嘅，我有听过，啲人话通常就系矮同埋肥啲人咧就可以唱得高音啲。呢個係嗰啲統計嗰啲咯，哇！我識啊，我有問過嗰啲歌舞劇嗰啲演員，佢係同我講話，通常肥啲、矮啲嘅人咧，聲帶啊，通常就可以發出高音啲。咁咧就話高啊、瘦嗰啲咧，通常就低音啲，通常就係咁樣。哦，係啊。首歌幾好聽啊！我又唔錯咯、啊，有心思咯、啊。而係嗰啲樂曲啊，都有編讀過，都唔錯。咁咧之後咧，講下第二單新聞啦。
第一新聞呢就尋日有人貼咗一篇新聞呢，就講啲鏟泥車呢就喺大陸嗰條街度大截，好黐線呀，好似 Mac 嗰個兄弟就話咩，好似係咪睇咗達叔你玩 Max 呀，點解會喺度喺街頭喺度玩鏟泥車大截呢？咁有片呀，有片嗰下先跌，咁係點樣呢？一開頭呢就唔知戰爭一開頭係點呢，就兩部鏟泥車嗰啲推土機嗰啲叫做係咪，咁呢就喺度兩部呢就喺度鬥拱嘅，一開頭就咁呢就一開頭呢就算係勢均力敵嘅，就即係因為車大家都係咁上下馬力，就唔係即係嗰啲 size 就差唔多，就唔係好似柯柏文打嗰啲咩嗰啲咩黃蜂大黃蜂一樣，即係唔係大恰勢，兩部勢均力敵喺度鬥頂，咁呢喺度撞嚟撞去，就喺度佢哋嗰個你知產嗰啲推土機呢咪有嚿嘢可以舉高咁樣嘅，就係、是、即係你筆起啲泥咁樣。咁兩部呢就已經劍拔弩張啦，已經舉高舉起曬啦，兩個鏟呢已經鏟起咗，跟住兩個就鬥頂。我唔知係用力舉到佢哋鏟起呀，定點樣，定係佢兩邊就一開頭想搞到對方反斜，所以就大家就喺度鬥舉嗰樣嘢。咁你知舉高咗，你就兩邊就一邊如果唔肯放嘅話呢，就第二邊肯定棘住，你又永遠就縮唔返落嚟㗎嘛，嗰、那個鏟泥車嗰個鏟。好啦，咁僵持咗一阵呢，当时仲係不分胜负嘅。之后呢於是乎呢就开始有嗰啲咩三英戰吕布嗰啲，咁突然间群臭就有一个我来助你。之后呢就喺你会睇到嘅镜头嘅右边方向呢，突然间呢就多咗一部鏟泥車。两部二打一。咁嗰部车呢就唔够打。咁呢两部车黐孖筋就一嘢啲马力呢大好多。咁呢就一嘢呢就炒到佢呢就啊！你好似我拦腰，你可以想象到好嘅，就系两部铲泥车拦腰怼落去嗰个另一部孤军作战嘅铲泥车嗰度咧，就一嘢就炒起咗佢。佢就唔系话一嘢嘅，你见到佢慢慢喺度撞下之后就一嘢咁样举起个铲咧，之后就成个咧嗰部车就翻侧，咁啊倒地。咁於是咧，跟住咧，佢見到呢部車倒地啦，咁佢啲 friend 見到就哇大鑊點算啊！咁啊即刻過嚟，又有一部車加入戰團，嚇呢部車係最勁嘅，點解咧？話俾你聽，呢部車嗰個司機啊，話咩個駕駛員咧係最勁，有腦啊，同埋佢個技術係好好。佢咧唔係話佢又冇諗過咧，就係一嘢去挑嗰兩部車嚇，佢唔係一嘢衝埋冚落去。佢係翻到去戰場啦，佢落到戰場第一件事做啲咩呢？佢就去營救自己嘅兄弟先嘅。佢點樣營救呢？佢就係用嗰個鏟泥車咧，就又係利用嗰個鏟咧，佢就試圖咧將呢部翻側咗嘅車咧就拔翻起，好鬼勁！你見到神乎其技，佢已經係舉起咗一部車，爭少少。佢係試即係平衡，可能隔離有啲人嘈啦，或者點咧就集中唔到咯，或者繼續撞。佢其實咧已經係爭少少嘅，已經可以令到成部車咧就打翻平嘅，即係將佢就係靠個鏟輕輕咁一撩，咁啊撩鬥翻起部車。但係最後係失敗咗，因為可能有在場有其他人騷擾。因為我睇佢嘅技術咧好好，即係佢你見到佢係冇撞啊，或者點啊好。好优美咁样轻轻咁样一斗，你会觉得咦点解成咁重嘅车喺佢面前好似变咗一嚿豆腐咁轻咁轻轻一撩，咁部车咧就争少少嘅复原。咁咧就报纸报咧就话在场咧，佢话你以为咁即系因为已经沙尘滚滚啦，你见到几部四部泥头车喺度咁啊，铲泥车又撞嚟撞去，肯定系劲大烟啊，劲大阵仗。咁隔篱好多市民都喺度睇嘅，即系嗰啲唔惊嘅，即系仲喺度睇嗰个铲泥车大战嘅，系嘛？我仲见到咧，有啲人咧就喺嗰个战场经过，你睇嗰个镜头咧，会见到佢行嘅好近嘅，好近咁样行过，我心谂哇劲牙烟，一阵部车少少翻侧，或者再歪第二边，咪一嘢砸鬼瓜佢，即刻变肉酱。咁咧，但系佢啊，好似啲友隔篱啲友好似见怪不怪咁样咯，就斯斯然咁行啊，吓得即系佢斯斯然行咧，仲得闲回头回眸望两望咁样，啊，
跟住咧就跟住咧就報紙就問公安，佢話係咪真係有呢件事啊？即係話呢個係咪即係報紙係形容咩變形金剛做戲定乜鬼嘢啊？定點樣？咁咧報紙就話即係問個公安咧，公安就話係，佢話係係啊，即係的確發生咗第一次嘅鏟泥車大戰。呢個係咪歷史上第一次嘅鏟泥車大戰？鬼！鬼佬有冇试过玩呢啲铲泥车大战啊？有冇试过？讲真，啲技术你可以见到个工价咯，你系见到个司机有脑有战术嘅嗰个人啊。咁咧就原因系咩咧？就话咩水泥站唔知咩发生争执啊，唔知争客定乜鬼嘢，好似系佢就话报纸就话，我出嚟嚟有机会啦啩。報紙又話咧，就嗰度嗰條街咧就有兩個水泥站，咁咧就好近嘅，就懷疑因為唔知咩爭客定爭啲唔知咩車位之類咁上下，總之有一樣嘢爭，咁唔知唔記得係爭咩啦，爭客定車位啦，咁總之就因為咁咧發生爭執，於是就黐咗線啊，兩批友就喺度鬥撞咯，撞撞下咁。咁係即係通常都係咁啦，佢叫人幫手啊，或者點啊，或者佢見兄弟俾人撞咁啊，咪走去幫拖咁啊，越搞越大咯，係嘛？哦，有位兄弟咧就話以前做過鏟泥車司機，咁咧試過附近咧有交通意外，跟住咧都即刻咧就跟住架車翻揸，咁咧佢話你都試過咧用鏟泥車咧都幫嗰啲差人即係令到部車即係整翻平佢咁樣，你都好技術咯，你估啊是但一個冇咁上下技術可以咁樣輕即係整翻好部車，呢啲係要好似你温柔咯，唔係話破啊啲鏟泥啲泥你唔會鏡住錫住咗求鬼奇嚇。一堆嘢咁嘅時代，拱拱拱拱拱劈埋咁啊！即係隨手亂咁劈咁樣啊！呢啲係要一啲精密，有經過深思熟慮做動作先可以做到處理到啦。我睇下點啊，迪基啊，想吸過嚟，可惜啊。咁總之就係咁樣咯。呢單嘢我都覺得好吃驚，因為睇落去你都我都覺得係好大陣仗。我喺。如果我在現場，我第一時間都是走的先，黐孖筋。你咁樣撞咧，你以為隔幾個身位啊？我離遠睇冇事，嗰啲零件一陣佢大大力咁冚咁彈到去邊，你有機會勁大鑊。你知唔知？唔係話咁易講笑，成個鏟一陣飛鬼咗出嚟，唔知掉咗去邊，即刻砸鬼掛，好牙煙啊，大佬！啊？咩敗酒？你似咩嗰个铲泥车败走啊？第一步俾人拱冧，佢冇走到，佢系当场俾人，佢系一个人唔双拳难敌四手，佢系即刻系冧低，佢系唔关败唔败走事。另一个就反而我啊，另一仲有呢单新闻，我觉得就重点就系救人嗰个司机好冷静。首先佢冇。黐線暴走加入戰團走去鬥啊！一嘢衝過去鬥冚。第二就可以睇出佢嗰個高超技術咯，以試圖翻翻部車咯。呢個就係嗰個嘢，呢個就民間好多高手。好似咧有比賽啊，有嗰啲咩吊即係起屋咧，咪有啲咩吊臂定乜鬼嘢嗰啲，好似都有比賽啊！即係世界嗰啲地盤工人嘅比賽都係有。即係點樣可以吊得最準確啊？佢哋攞啲吊臂嚟吊啲勁輕嘅嘢啊，然後放咧就要放落去勁準，一下就唔知喺勁高嘅地方咧就可以放落去一點，好似降落傘咁咧 ，mark 一個位俾佢一嘢放落去，係有呢啲比賽啊。又話救人嗰個係咪我徒弟？我未有呢啲咩鏟車牌。呢啲全部都要牌喎，你知唔知啊？鏟泥車啊，嗰啲咁樣，鏟泥車可唔可以揸出馬路？有冇人知道？即係如果你可唔可以當代步工具用？我有買部鏟泥車喺度路面行，好似係唔得噶，係嘛？我印象中香港法例，你唔可以攞呢啲嚟代步做你屋企啊私家車咁。你中意就灣仔駛去金鐘，好似係唔得嘅。可以？真定假啊？
咁点解冇人买呢啲车代步啊？整翻部啊，肯定冇事。遇到咩交通意外咪冚咯？你睇边个劲？成部嗰啲落雨水浸系咪又唔鬼惊嘅？喺度攞啲你大车，肯定唔会善太慢慢喺度行啊，定点？吓？又话唔想得公路，坦克车肯定都唔得噶啦，已经系拥有军火啊，仲啲啊有话。就吓、啊、坦克车，如果你唔入弹药，唔知得唔得咁？我估应该都唔得啊！话惊你一嘢碌鬼爆人哋部车，应该唔可以吓、啊。有人话试过揸吊臂出街，由中环过埋尖沙咀啊，真定假？有人话你系大佬，你系城仔啊，咩都得啦，你要开咩啊？开咩系啊？系啊，话知佢咯，交罚钱咯，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系可以咁做嘅，你严格嚟讲系咁样咯，攞铲嚟车接新娘可以啊，一嘢咁样叫个新娘坐喺上面嗰个铲嗰度，你可以啊，巴闭嘅可以咁样啊。咁咧之后咧，仲有单新闻系讲啲咩嘅咧？仲有一单新闻咧，就讲咧就天水围咧怀疑有一个男子，因为咧就失恋啊，佢咩早2个月咧就失恋，咁失恋之后咧佢就。即系开始，佢话屋企人咧就话精神即系有啲沮丧啦，佢就冇话神经病、精神病嗰啲嘢，就话唔开心，即系情绪怪异咁样啦。咁今日咧就晏昼嘅时候咧，突然间咧佢就好似暴走啊，佢就突然间崩溃，咁咧就点算咧？佢就系咁咧，就将屋企嘅所有嘅杂物就掉落街，咁咧就包括啲咩咧？好，靠你啊，迪基啊，可惜啊，争少少啊。咁咧掉咗字，佢最癫咧，你见到啊，成个床褥嘅掉位咗落嚟啦，跟住有啲柜啊，除咗啲屋企咧，基本上所有嘢都抌晒，除咗啲大型嘅电器，咩家嗰啲电视机啊、雪柜啊、sofa，好似唔知佢屋企唔知系咪冇 sofa，所以冇靓啊。佢就冇抌 sofa，总之咧你会见到咧就有嗰个报纸咧有影到个禅房嘅，你会见到个禅房咧堆满晒啲杂物嘅，所有嘢屋企咧，因为佢又影埋嘅，报纸影埋佢屋企入边咧嗰间屋系空晒，全部嘢都冇晒，就得翻个雪柜，咁啊电视机好似系咁上下，好似系得呢两样嘢冇抌。其余咧就全部嘢咧就掉晒落去啊！所有啲杂物啊、细细啲嗰啲公仔啊，所有嘢全部都抌鬼晒落街。咁你点睇？我记得咧以前咧，唔知早几年秀茂坪好似都有一单咁样嘅，咩又系一唔开心，跟住就类似系咁啦，又系抌又系高空杂物咧，狂抌啊，好多啊！香港咧就有好多呢啲高空杂物抌嘢，即系讲紧唔系话抌一两件嘅算数，佢系好似就系因为即系情绪问题啊嗰啲咧就狂抌晒啲嘢，抌晒啲嘢落街咯，好似系咁样。我以前咧细个咧住嗰个地方咧又系屋村嚟嘅，咁咧就系、是、你估下我又系遇过高空杂物，你估下掉啲咩啊？似孖筋好多，我嗰阵时遇过，我好似系嗰阵时细个住屋村，我系遇过几单高空杂物就似孖筋。你估唔估到掉啲咩啊？你估下，有啲人香港人压力大，咁梗系咩都抌啦，就会咁样。鬼佬压力大又唔会做，鬼佬通常系直接揼爆个 mon 咁样咯，吓、啊、或者揼爆部 PS4 游戏机，好。就系、是、嗰次嗰个鬼佬抌嘢，抌部 PS4 落街嗰个就系好少有，都算少见啊。哦，仲有机会啊？有冇12码啊？可惜啊！有人话 M 巾系试过一次，我话俾你，我真系见过，又系掉 M 巾落去。我话俾你，我嗰次最大镬嘅一次系酒樽、玻璃樽，一嘢抌落嚟就喺我隔篱。唔知几个身位到啦，三四个身位就 bang，哇黐孖筋，好彩嗰阵时啊冇事，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就系咁样咯，好鬼癫啊！唔知做咩事，有人抌嗰啲玻璃樽啊，劲到黐线，好恐怖。
M 巾咧就試過有一次係抹，係無啦啦咁樣，又係 M 巾就軟啲嘅，但我一跌落嚟見到白色嘅平嘢，跟住我跌完之後，我又好奇咁樣睇一睇啦。其實你我都冇特登行到好近，因為我驚佢仲會再抌，離遠裝一裝就見到係嗰啲姨媽巾咯，就已經係好黐線有血嘅，係癲癲地，唔知點解啲人好中意抌呢啲越核突嘅嘢啊，越中意抌啊嗰啲咯，好興。香港好多啲人好中意高空擲物，即係可能因為住得多大廈定點樣咯，高樓咧就好中意咁樣抌嘢定點樣咯。我覺得係香港高空擲物應該係數一數二嘅。如果有高空擲物龍虎榜，香港應該都係 排第二或者第一嘅啦。講真的，肯定係咯。咁嗰一排我話咩？早幾年咧，咪話咩？秀茂坪嗰單咧就係、是。嗰一陣呀，嗰一排係勁多，唔止一單，我記得係有幾單。通常呢啲嘢又係連帶關係嘅，即係一觸發咗就會其他人又會開始引發佢挑起佢條引咧，又會抌嘢落街。咁當然唔好啦，呢啲係好危險嘅事情。以前新聞以前政府都有拍嗰啲廣告啦，細細嚿一嚿唔知咩索咩擦膠啊，或者你有以前。中學有啲黐線佬咪好中意拆咗個貓屎嗰粒波掉落街嘅，中學舊時啲滑鼠唔係紅外線，係你用嗰啲咩貓屎波一嘢掉落去，加埋地心吸力嗰啲係好鬼大鑊嘅，係嘛會死人嘅，一嘢冚落頭咯嚇、啊，所以千祈唔好高空擲物啊！講緊嗰啲咩，有啲僆仔咧咪會玩玩具，又係 B B 仔咪好中意亂咁抌。嗰啲你都要小心，佢哋有時唔知道就一嘢飛落街咧，又係一抌到頭咧就可大可小嘅腦震盪啊，或者點啊？哇，小心啊！啊！大陸某大學咧宿舍一停電，啲學生都會衝上天台掉嘢落街，洗衣機同碌架床都有。點解要咁做？停電點解要掉嘢落街？嗰、那個邏輯關係係點？點解因為停電真係好嬲？因為我知啦，因為停電就覺得係嗰宿舍問題，跟住咧因為嗰啲洗衣機係嘛，定係嗰啲碌架床係屬於宿舍，我估係咪因為咁樣？咁佢就掉嗰啲就係類似嘅屎粉啊嘛，咁嘅意思就掉破壞你啲財物，就話入啦，輕輕鬆鬆啊，啊！又话细个飞啤牌，你飞咩都唔啱噶啦。总之话知你，即系你飞啤牌，你都第即系一嚟佢话有机会可能戒亲人啦。虽然呢个机会率低啲，二嚟你都系乱抛垃圾，都系唔好噶啦。任何嘢，你掉任何嘢出街就系有个问题噶啦，就吓、啊、就唔应该咁做嘅，知唔知？有啲人話咩？呢單新聞啱啱有兄弟話係要用七個垃圾桶先至可以載得曬掉出嚟啲嘢。佢屋企人咧就即係報紙有問嘅訪問，佢話咩損失係難以估計。佢因為佢話真係將啲嘢一次過抌曬，佢都唔知道。佢要數都數唔到少嗰啲咩太多，損失就一時之間咧就難以估計到咯。哦，爭少少啊！又话大陆学校即系宿舍停电，咁咧电脑咧就冇 save， 冇晒啲功课，所以啲学生又好嬲。哇！咁啊掉嗰啲嘢落啊，咁都唔得啊，大佬会死人啊！大佬碌架床啊，黐孖筋啊，啲铁架一嘢冚落去，肯定死人啦，系嘛？好。所以呢啲啊，小心啲咯！大家千祈唔好呢排，可能你哋行經過嗰啲簾縫啊，嗰啲嘢咧，你都小心啲。千祈咧就唔好，即係太嗰啲危。